就想問阿孔先生，你既然有很多仇口，第一點解你仲敢翻香港嘅？咁啊，第二樣嘢就係你點樣睇今日一班左翼嘅朋友啦，一班進步嘅朋友咧，佢哋喺本土問題上邊嘅立場係點解會咁樣嘅咧？點樣？咁啊，我唔敢講佢哋點樣。啲來我就係咪好多仇口啊？都幾多仇口嘅，因為。我最記得咧呢個上年 DNG 事件發生之後，開始有啲討論啦咁樣，因為所謂你哋即係講嘅左翼人士啊，或者社運人士啊，其實都我都識嘅，有啲就係朋友嚟添。咁我個人即係當然就係即係你朋友還朋友，跟住觀點唔同咧，就唔會因為你朋友而即係有影響我獨立嘅思考。咁當然咧就係我看到的香港的所謂左翼知識界或者社運界的一個問題就是有行動而沒有論述有時甚至乎有意語而沒有論述我經常一直都煽動他們你不滿城邦論本土自治論述或者唯民論快點寫書來回應有一個高水平的從理論的層次的討論但是又好像遲遲都未暫時未有一個的咁嘅動作出嚟，咁就甚至乎嗰陣時，一開始啲人啲事件爆發之後咧，通過喺報紙寫文或者係臉書上面嘅介入咧，都開始係比較傾向本土嘅睇法。因為其實我城邦論出書之前咧，我未知道陳文喺度寫緊城邦論之前咧，已經一路係好焦急咁樣等待緊一個本土論述嘅出現。我覺得香港係有一個社會上面已經出現咗一個嘅。集體的對於融合中港融合而出現的一個的反彈而未有一個論述呢去可以將這些情緒或者感覺呢可以表達出來我最明顯的就 是特別是自由行開始之後呢每年不同時間回香港每一次呢都覺得香港更越來越像一個大陸的城市即所謂溫水煮蛙就是你在水裏面感覺不到那個變化但我就不是一隻一長期在水裏面的蛙而久不久回來游一游跟住又出回來我每一次覺得香港越來越像一個大陸的城市譬如即很細微的東西譬如有一次是在星光行那間許樓山前面這樣看到有一個香港的乞衣即不是乞衣即是一個很基層的一個 廣東話的在那裡撿紙皮跟住突然間有一個四十零歲的彪形的粗北方口音的國語的大漢即打大即是帽上面冇著衫的就搶了他的紙皮跟住就爭執了一輪一個講廣東話一個講北方話跟住就最後就即是紙皮就被人拿了跟住原來香港原來譬如可以見到很多原來是帶著個細路在一路在度叩頭的乞衣啊或者是甚至乎講國語的一些即化緣的和尚等等即整個個感覺都是香港是越來越大陸化當然還有很多政治上或者做事方式上面的一個變化其實最近一個假選型事件亦都是很明顯的一樣嘢嚟。你留翻陣，我留翻一陣先講。OK， 但係嗰個問題就是我期待一個論述，但係就呢個係並冇一個論述出現，所以我見到城邦論出現咧就十分之喜出望外，跟住就毫無掩飾我嘅興奮之情，跟住就開始有啲呢個左翼嘅朋友啊，開始咧就開始 PM 我。先生，你有冇聽過一位作者叫高偉賢啊？高偉賢我知道喺。你唔好好似佢咁樣寫啲真男人嗰啲文章。咁我開始呢個温馨提示我啦，就即係叫啊，即係唔好即係受呢啲即係隨住呢、這個右翼法西斯的一啲咁嘅講法嚟翩翩起舞，即係有人即係覺得話啊，你係咪真係喺外國唔知道香港嘅情況，所以咧就被呢啲咁嘅右翼嘅思潮迷惑咧咁樣。咁我即係反而就係覺得係因為太清楚香港嘅情況，所以先至會同意呢個本土。呢個本土基本上係一個即係唔係右翼嘅嘢嚟嘅，反而係好多嘅反對城邦論、反對本土自治嘅人咧，即係反而係一個右翼。即係啱先，我同你哋即係傾嘅時候都提到，就係話佢哋基本上唔係右翼同左翼，佢哋冇翼，而係咧，即係譬如你反奶粉嘅事件上面咧，佢哋基本上係即係一嚟，我覺得佢哋係交咧都係真心交，但係同時咧，有一啲人咧就係一啲不是真心交，而係有自己包括個人嘅議題嘅。譬如睇反奶粉嘅時候，你睇到嗰啲自由經濟嘅圍堵之事，特別係咧。
係同一啲香港嘅大財團咧，有一啲好親密利益嘅名流啊、大班啊咁樣。咁咧，佢哋都係出嚟反對。咁而佢哋嗰個反對嗰個論調咧，就係、是、即係有人買嘢，有人賣嘢，一廂情，即係你情我願。咁點解要反對咧？咁呢個咁嘅講法就係自由主義嘅，即係自由市場嘅講法，其實好幼嘅，因為你而當時即係好多嘅左翼嘅人士咧，一開始譬如某一些人士講，即係一啲反對光復仇水行動嘅時候咧，佢哋即係提到就係話啊，咁佢嚟買嘢嚟賣嘢，咁佢哋即係又係一啲小商販啊咁樣，咁點解你要反對？咁佢呢種你情我願買賣就得嘅呢種嘅睇法咧，其實就係好幼嘅睇法嚟嘅，因為你咁樣講嘅話咧，李嘉誠我哋都唔應該去反對去批評，因為佢都係有樓佢就賣，咁你有人買喎，咁如果佢真係有問題，佢冇人買佢啲嘢，咁佢自然會調教啦。即係其實完全係一種不受制約嘅，冇任何道德嘅或者係規條，或者係所謂道嘅規限底下嘅自由市場咁。而呢啲即係左翼嘅人士，好多好驚訝，我都好驚訝。擺翻禮品嘅時候，好多人都用呢種嘅觀點嚟評論嘅時候，基本上佢哋係即係左右不分啦。第一，第二就係、是佢哋其實係不單止係冇論述，但係佢冇論述之餘，就會覺得自己係好有論述。咁而佢哋好有論述之餘咧，就係睇好多。即係三四五首、六首嘅抽空嘅抽空於具體 context 嘅一啲哲學啊理論嘅討論咁樣，咁於是乎就出現一個情況，就係我哋知道即係西方譬如歐洲、美國咁樣，佢哋去講呢個少數族群嘅哲學同埋理論嘅討論咧，都係基於一個歷史咧，就係話譬如歐洲人講北非嘅移民。伊斯蘭嘅移民，美國講墨西哥嘅移民，佢哋個基於嗰個理論，即係佢哋嗰啲族群嘅理論，或者少數民族嘅理論啊，包容啊，文化多元主義嘅理論，佢係基於個歷史脈絡，就係呢班白人，歐洲嘅美國白人，係真係殺過好多呢啲，即係殖民過好多，統治過好多呢啲咁嘅移民，佢哋嘅祖家嘅啊，譬如係咪講墨西哥移民嘅時候，你即係美國討論墨西哥移民嘅時候，你唔可以忽略一個背景，就係成個加州本身係墨西哥嘅，係即係美國嘅白人走去搶咗佢嘅啫。咁所以而當然仲有量上面嘅分別啦，同埋呢個權力關係嘅分別啦，美國嘅關係同墨西哥嘅關係，歐洲嘅國家同北非嘅政府嘅關係，係有一個特殊嘅狀況喺度嘅，即係美國歐洲嘅白人對於呢啲咁嘅少數族群同埋少數族群嚟自於嘅國家係真係有個權力嘅關係喺度。咁但係問題就係、是。你去看從呢個咁嘅脈絡底下發生出嚟嘅一個所謂包容呢個移民啊，唔可以排外啊，文化多元啊，呢個咁嘅理論咧，佢就抽空咗呢啲咁嘅 context 搬嚟香港嚟應用於點樣處理大陸嚟嘅雙非啊，大陸嚟嘅自由行啊等等嘅嘢，咁完全就係即係讀壞書嘅一個體現嘅狀況啫，因為我哋係冇欠過中國大陸啲咩嘢，反而細嗰陣時候我哋係不斷咁去幫助中國大陸添啊，捐從捐錢啊，到即係個人嘅捐錢或者大規模捐錢等等，都學一路好支持我哋冇殖民過佢哋。咁當然咧，即係中國大陸一個咁嘅政權一路都係向人民散播一個咁嘅睇法，就係即係你香港呢啲人就係即係或者台灣啊，甚至乎都係欠咗我哋嘅。你哋咁發咧，就因為剝削咗我哋。譬如鳳凰衛視咧，之前有一個攞獎嘅，好多大陸好多人都好中意睇嘅一個紀錄片，就係講蔣介石點樣將啲金條咧。從大陸撤走的時候咧，運曬去台灣。咁於是乎，即係呢種嘅論述咧，就令到大家咧，即係大陸好多觀眾咧，就覺得啊，你台灣即係有冇咁巴閉啊，咁咁發咧，就即係你嗰陣時搶走我哋啲襟條去曬台灣嗰度咁樣。咁咧，佢哋對香港人都有咁嘅睇法咧，就係因為我哋好似我哋欠咗佢哋咁樣。咁而呢啲左翼人士冇考慮到呢啲咁嘅具體嘅即係 context 或者係一啲嘅實際嘅情況，咁就將一啲。而左翼人士有一樣嘢咧，就係好特別嘅，就係佢哋咧都會成日即係幻想自己係一個西人，一個白人咁嘅人。咁於是乎就係即係好似其實係好似香港明星都係嘅，即係你見到荷里活啲明星咧就走去啲即係非洲賑災啊或者點樣。咁其實呢個賑災嘅過程係一個建立自己作為一個白人高優越感嘅一個過程嚟嘅。你喺賑災嘅過程，甚至乎你只係一個形式上，你知道冇辦法幫到呢啲人。或者甚至乎你知道啲錢可能去咗當地嘅貪官你都要更繼續做，因為你唔係為咗嗰啲人，而係咧你要建立一個自己嘅優越感。咁所以香港有時有啲明星啊咁樣，又會又會搞呢啲賑災啊呢啲咁嘅嘢，咁就學咗荷里活嗰啲，即係關注呢個
非洲嘅小朋友啊等等咁嘅一個做法。咁其實係一樣嘅啫，即係你喺通過去提話要包容呢啲人啊，或者係去用文化多元嘅講法啦，去同情呢啲人咧，其實就係你要 reinforce 你自己係一個同情，係一個同情者嘅施捨者嘅一個咁嘅態度。咁而即係建立佢自己嘅一個嘅身份認同。咁而呢個嘅同一個時間咧，就係就忽略咗嗰個權力關係。譬如話你講大陸嚟嘅自由行或者雙飛，佢哋並唔係話因為喺大陸生存唔到，佢哋唔會係農民工嚟，佢哋唔會係被徵地嘅農民嚟，佢哋係一個基本上喺大陸裏邊通常譬如雙飛咁樣或者自由行，你睇到佢哋嗰種買嘢嘅方式或者佢嗰種豪氣嘅方式，基本上佢哋係一個既得利益者嚟嘅大陸。咁跟住嚟到香港嘅時候，佢就反而會覺得我喺大陸做乜都得，點解嚟到香港？我喺翠華茶餐廳當眾咁去屙尿，你叫我去廁所係唔得嘅。即係老子喺大陸做乜？你敢夾我咧？咁樣我即係我攞個車嚟剪死人，或者點樣都可以。點解你咁嘅嚟限制咁嘅歧視？咁所以就將呢個權力關係倒置過嚟，咁就出現咗一種左右嘅混亂啦。就係話我們現在反對大陸的太多的自由行和雙非人，我們並不是反對一些弱勢的大陸人，而是一些我們反對大陸已經是很強勢的人。我甚至乎跟大陸朋友說這個香港的情況，他們 很理解香港為什麼反自由行反雙非，因為大陸的人都知道其實我巴士你光那種囂張的態度，基本上你們看到自由行和雙非體現出來的就是這種這樣的氣質。咁當然仲有一個，除咗係人嘅關係，即係仲有一個所謂大陸化嘅一個問題啦。雖然到底忍唔住要講佢假選型嘅事件，因為實際上係譬如假選型，佢依家開始有啲左翼嘅人就開始話等於自己又開始用佢大陸人身份係咪因為佢大陸人？我嘅講法就係話呢個問題，除咗係佢自己係一個大陸人之外咧，就算佢係一個香港人咧，我一樣咁憤怒，同埋亦都係一樣憤。體現出一個大陸化的一個情況，因為佢成個做事方式、成個評審的方式咧，就真係好大陸嘅。即係譬如大家可能唔知道咧，就係以前咧發生嗰個事件咧，就係一個中國嘅左膠大師啊，汪飛教授。咁咧出現咗一個佢係即係編輯呢個讀書雜誌。咁當時咧，即香港好多左翼嘅朋友咧，奉佢為即係大師。咁但係當時有一個爭論，就係大陸嘅自由派都好痛恨佢，就因為咧就個爭論係咩咧？就係佢咧。有個長江讀書獎，咁佢咧作為讀書嘅編輯咧，就係長江讀書獎嘅，即係個 committee 嘅，好似係主席添嘅。咁最後咧就係評審嘅結果咧，就係呢個第一屆嘅長江讀書獎，好似有十皮嘅，唔單止係即係十皮人民幣咁樣，咁就俾咗佢汪輝自己咁樣。咁跟住呢個當然引起軒然大波啦，就話你點可以咁樣咧？咁跟住佢就會話你即係用好多咁嘅理由，咁就變成一個咁嘅爭議。咁但係其實你知道大學嘅評審都係咁樣，好多時候都係唔係直接自己整個評審委員會將個獎俾咗自己咧，都會俾咗自己人啊，諸如此類。咁呢啲咁嘅私心受損嘅方法就係好普遍。咁而香港即係啱先阿陳教授都有講咧，就係話即係其實中共立國基本上佢嗰座就係冇任何道德嘅基礎，冇任何道理基礎。基本上是一個物質主義、唯物主義咧，就係話，中共點解當時得咁多人支持？因為佢係強調可以俾人温飽咁樣，甚至乎鄧小平講過，即係好早期嘅革命時期都講過，共產主義係乜咧？就係温飽加小汽車咁樣。咁佢其實係一種好最低俗嘅一種物質嘅主義嚟嘅。咁跟住而家中共嗰個八九年之後嗰個嘅統治基礎，亦都話我哋讓你富裕起嚟。咁所以係冇任何道義道德喺度咁，所以其實赤裸裸嘅利益交換呢個係好平常嘅事。咁就譬如抄功課啊等等，呢個另係另一個問題啦，根本上係唔需要有任何道德嘅制衡或者點樣咧。而香港一路以嚟嗰個文化，唔單止係英國人有 ICAC 之後，而係我哋睇好多認識好多，譬如這個嘅黑道，就算都係一個道亦有道。你睇好多江湖片，或者甚至乎我哋睇到報道裏邊睇到佢哋嗰個黑道嘅文化裏邊，亦都係一啲嘅規則係唔可以逾越嘅，除咗係金錢利益之外。咁所以話呢個道有道義嘅文化，對於一個完全係物質主義或者愛，甚至係個人主義，我為咗我嘅利益，佢乜都可以做得出，係唔需要受限制嘅。這個咁嘅衝擊之後，我哋睇到香港越嚟越多就係、是、大陸化嘅意思，唔係話一定係嗰個過程 involve 一啲大陸人，而係即係個做事嘅方法。今次即係評審個委員係
將個獎俾咗俾同自己關係好密切，無論喺工作上或者係非工作上啦，好多人有其他嘅猜想啦，依家咁就係即係有咩關係？咁但係問題就係，譬如即係你即係依家佢哋個講法就唔知啊，唔知佢拎嚟咁即係揾人信咩啫？你嗰個行文方咁多，最近即係最近呢個主場新聞有一篇匿名嘅，即係用筆名寫嘅文就發現，即係有人即係提出話咩信報詹飛呢個筆名其實係一個揀選型小姐同埋一個林佩莉共用幾多筆名嚟，提出呢個咁嘅講法。咁所以就係呢啲咁嘅嘢，係大陸係其實係司空見慣嘅。咁而揀選型小姐佢呢個對低俗喜劇呢個睇法。呢、这個咁嘅觀點係咪即係佢自己的觀點其實唔重要嘅？咁我睇到即係佢嗰個表現出嚟嗰個行為咧，就係基本上一個好 typical 嘅一個強國好普遍嘅，即係為咗上位同埋向上爬可以乜都做得出嘅一種咁嘅行為，就係話譬如佢喺文匯報做嘅時候，領導叫佢寫一篇讚低俗喜劇嘅文，佢又會寫一篇好肉麻嘅讚低俗喜劇嘅文，同跟住。如果可能有其他人即係提點佢話，即係想攞個獎，個評判有啲咩，即係可以應該寫一篇好踩低俗喜劇文，咁佢即刻又可以寫一篇好低俗嘅即係低批評低俗喜劇文。咁先對你講咧唔係好重要，你個相信係乜咧？係咪 consistent 咧？有咩道德冇緊要，咁因為向上爬，咁所以又可以參加華姐啊，咁咧落選啊，跟住又等等等。咁所以基本上係好 typical 嘅一個行為嚟嘅，就係為咗向上爬，為咗即係最大化自己利益，就咩都做得出。而中間可能牽涉到好多我哋香港人一路以嚟有一個道義、一個道德嘅一個咁嘅概念，但係接受唔到嘅嘢，而爆發咗出嚟之後。佢亦都好似若無其事咁覺得係冇問題嘅，反而係即係自稱受害，話係我係咪大陸人完全咁同成個梁振英同而家港共政權一樣，佢哋做嘅方法係基本上係好大陸嘅方法嚟，我哋接受唔到，跟住我講出嚟係批評，咁跟住佢哋又會即係用呢、這個其實林佩莉之前梁振英嘅時候，即係嗰個文章都係用咁嘅立論嘅，就係你哋呢啲即係香港人媒體霸權，即係跟勾結地產商嚟要打壓一個有創意、有魄力嘅一個，係佢反而變咗受害者啦。咁即係呢個成個情況係連埋一齊，就係一個體現一個純嘅香港大陸化嘅情況。而香港嘅左翼嘅知識分子或者咁係其實係冇辦法回應到，一來啱先我所講嘅冇論述嘅問題，二來就係話。你乜嘢為之大陸人，咩為之香港人咧？咁跟住係一個需要討論嘅問題嚟嘅。我哋睇到香港一啲文化人咁樣，譬如話，即係譬如梁文道咁樣，大家對佢好多批評，咁大家其實有啲人都好問我點解你好似即係對佢冇乜點樣批評咁樣？咁即係係咪因為你同佢老友，所以冇乜批評佢咧咁樣？咁其實我又唔係呢個原因嘅，雖然都有少少咁嘅關係。即係，但係另一個原因就係我根本冇乜意思去批評佢，因為基本上你記得即係譬如梁老咧，即係佢比較年長嘅都係一個師兄嚟嘅。咁即係好佢喺大陸發展之前咧，基本上已經寫咗一篇最後一個香港文化人宣言，基本上係一個佢已經宣布咗佢唔再以香港為主場，佢去咗大陸啦。佢嘅人際關係或者係感情關係人際關係即係 in general 嘅工作關係等等都已經係以大陸為主要的一 個主場，而看到他這幾年在大陸，你如果是用大陸的比較開明的自由派的標準，真的做了很多事情，但是關鍵就是他已經變成一個我不可以說他變成一個大陸人，而是 他的主場已經不是香港了，即已經是大陸，你從大應該是用大陸標準去看他就可以做好事，但問題就是他在反高鐵等等之前的未去大陸之前都在香港做了很多好事，即譬如牛棚書院樣訓練了一批的人，而但大家未看到他那個的轉變或者轉折或者是轉變型的，當他是一個香港的本土的知識分子的時候，譬如反高鐵等等的時候找他來發言或者找他來寫文，或者是等等在報紙上開始就會 對香港的一些問題作出評論的時候，就有一個錯位在這裡，就是他基本上已經宣布了他不作為一個香港人，他已經是去了成為就是以他的觀眾他 的讀者他的服務的對象或者他那個想去他影響的對象已經是大陸 的知識群體，這個我不會覺得是一個不好的事來的，從大陸的標準來說他已經不斷擦邊球 是進步的作用，在大陸的作用，但是問題你就不要當他是一個香港本土的知識分子而邀請他 去說一些，而又同時在香港本土的問題發言的時候，他就變成一個位置上是一個錯字，接著出現了很多 的矛盾，而很多人仍然是當他是一個香港本土知識分子去這樣去崇敬他，或者是看他的體
睇法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種用佢嘅觀點嚟睇香港嘅問題嘅時候咧，就變成一個同而家香港嘅情況完全脱節嘅一個狀況。咁所以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問題，需要即係坦白去講清楚，去討論清楚嘅。即係當然仲有好多其他問題啦。咁我諗即係我大概想諗到嘅就係點解香港嘅左翼知識界或者係社運界有一個咁嘅問題。另一個問題當然就係即係一部分又唔係全部人咧，就係、是、呢個其實唔係香港嘅問題，而係全世界嘅左翼知識界咧，永遠咧都係有一啲人咧就係、是。他要成為呢個左翼進步激進的分子咧，其實不是為了左翼進步激進的目標，而是只是建立一個 distinction， 一個我和其他人不同的身份。而大家都吃飯的時候，他一定是主張吃麵嘅。咁到大家主張吃麵的時候，他一定是主張吃飯。大家係食肉的時候，他係主張吃素。到大家吃素的時候，他又覺得素食是不好的。所以即係一種咁嘅情緒存在。所以任何主流，即係我記得阿陳老在嗰個書裏面最後嗰部分都講到，就係、是。他哋永遠是反主流，為了反主流而反主流，所以任何嘢咧，一有多人支持，他一定會批判嘅。所以即係呢個問題係死結嚟，所以呢個城邦論、本土自治，即係嗰個影響力越大嘅時候，他一定係要反對，就是、因為呢個已經變成主流。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另一個比較棘手嘅問題。我本來打算咧問多兩條咧，先開放呢個公眾發問時限嘅，但係陳大家睇到啊，我問咗佢哋問題啫，佢講咗十五分鐘啦，咁啊，即係你講咁多都係話佢哋乜都拗啫。部分咧，即係包頸。咁我問多一條問題咧，跟住咧就會俾大家咧去發問啊，陳生同埋阿孔生嘅，咁大家咧可以有兩分鐘嘅發問時間。咁啊，問埋呢條問題先啦。咁啊，孔生，你覺得本土論述啦，自從即係自治運動同阿陳生嘅城邦論開始咧？即係唔單止已經係成咗個形勢啦，直情係有個風潮，會影響到香港好多政界啊、政黨啊，即係開始轉投呢個本土議題，去關心香港人本土利益。咁我哋點樣可以更加進一步，令到呢個本土論述係正式進入到香港嗰個施政嗰個架構，甚至可以成為一個執政力量？咁呢個咧已經係發生緊嘅，譬如你哋即係 HKAM 或者嚇陳老師寫嘅嘢，佢其實唔單止係純粹係理論或者歷史嘅研究，好多具體嘅主張你可以執行到嘅。即係譬如最簡單嘅就係審批權要喺翻香港，即係呢個係好荒謬嘅。我哋香港一路以嚟嗰個審批權，無論係移民咧或係自由行，即係譬如即係城邦論啊，陳教授提到即係嗰每日150個係好大問題，裏邊肯定，因為你只要熟悉中共嘅人都知道。不會是親屬團聚的，因為他點樣同埋佢一定係滲集好多嘢喺度。咁當然咧，即係一啲即係天真膠就會覺得你咁樣即係君子人親屬君子之夫咯。喺啲即係討論群裏邊，即係去同一啲比較即係大家講出嚟都知道係邊個層面嘅人去討論嘅時候，佢哋都會話我你咁樣係其實係製造緊歧視，因為你即係反對緊佢哋團聚。我不斷強調話。即係我冇證據，但係佢哋一定嗰150個一定有最後俾呈場呢個證實咗啦。即係佢計咗條數出嚟，有可能80%係有冇人士嚟嘅，另外嗰20%就係炒貴咗100萬先可以攞到落。咁跟住即係呢個係一個審批權係一個嘅政策，仲有好多嘅政策啦。譬如即係其實呢啲係所謂本土嘅政治運動啊，本土嘅民主運動要有乜嘅執政嘅願景，或者係一個政治嘅改變政府嘅願景咧。其實很簡單，不是很激進的，只是想向最後最終最本土的東西，就是香港政府變成一個正常的政府。因為你看到譬如加拿大要處理雙非，左派右派，你看到這樣的情況，有一大批這樣的人就轉這個漏洞來奪取這個居留權的時候，一定最自然的反應就是立法去禁止，跟著有人走私，也都是立法去管制出口，這個是很自然的。即左派人，嗰當地嘅左派咧，都我聽唔到喺。如果大家有發言，可能話俾我知，但我相信都唔會，就係即左派當地嘅左派都唔會抵近嘅。即所有有正常心智嘅一個正常政府會做嘅。咁問題就係香港咧，我哋嘅面對過呢個港共政府咧，並唔係一個正常心智嘅正常政府嘅關係就係、是、第一嚟係佢又唔係即香港嘅公民授權嘅，而第二咧就係佢哋嗰班人佢諗住咧就係話我哋即做完特首之後，我可唔可以做政協啊？做可唔可以做政協常委啊？咁跟住佢哋好多時候咧都會去周，即係唔係周遊列國啊，係上去即係同好多省長啊、好多大陸嘅官員飲飲食食啊，咁中間好多嘅關係啊等等。咁佢基本上佢冇香港人授權，跟住佢嗰個嘅權力嘅授權亦都係好多，即係唔單止係中央政府啊，而係各層級嘅權貴。
嘅時候，咁佢基本上係一個殖民政府嘅政策，佢唔會係關注本土優先嘅一個咁嘅原則，咁於是就係並唔係一個正常心智嘅正常政府嚟嘅，咁所以就會做出好多賣港嘅行為，咁而最後，所以我最後最根本嘅就係一個普選嘅問題，一個全面民主化嘅問題，就可以確保譬如好似台灣咁樣，即係總統直選、全面國會直選之後，基本上無論係國民黨同埋民進黨咧，都已經係一個本土政黨嚟嘅。即係基本上你睇到佢哋兩個都有唔同嘅本土論述，都係本土論述。第一，即係國民黨嘅本土論述就話中華民國係一個主權獨立嘅國家，這個領土就係台灣今日。咁而民進黨嘅本土論述就係台灣前途未定，要公投決定。咁其實嗱，兩個都係唔同嘅 version 嘅本土論述嚟。咁所以基本上你一有直接選舉，你要同埋譬如國民黨，佢喺個黨部咧已經放咗一個台灣民眾黨嘅領導人，即係1930年代日治時期台灣一個知識分子就蔣渭水嘅像喺佢黨部嗰度。咁所以你一有全面嘅民主咧，就會自然係本土政治就係 dominate 嘅。但係個問題就是香港一路以嚟嘅民主運動，去爭取普選、爭取民主的時候，他並沒有解決香港的自治的基礎是什麼的問題。這個就是我覺得是陳教授的書一直是幫我們理清這個問題，是令到香港的民主運動可以更加勇武的一個原因，就是因為香港民主運動一直軟弱，就沒有處理這個問題。就是他們的看法就是香港之所以需要自治和需要一國兩制，只不過是一個臨時狀態而已，最終就是一個全國的普選和全國的直選。而全中國是沒有直選，中全國沒有民主的時候，我們就需要一個香港自治和一國兩制的臨時狀態來保住香港。所以這個這樣的看法底下就很恐怖，就是延伸出來的那個的implication。 第一就是他那個認同了中共的看法，就是說香港的自治和一國兩制是一個臨時狀態，就是好像這個重慶森林的亞非政治無都是有個限期的一樣嘢。咁呢一個限期就大鑊啦。所以中共基本上咧，你就可以用一路拖住你的方法咧嚟唔俾普選民主咧，因為你拖到2020甚至乎更耐2020、2025、2030先至有普選嘅話咧，你一路拖落去咧，你個意志會消減，因為你知道香港咧喺2047年之後咧就已經變成一國一制噶。咁所以到2020嘅時候，你仲想唔想爭取直選咧？2020爭取唔到，你仲想唔爭取2030咧？你會諗又要瞓街，又要俾人拉，咁樣爭取咁多，可能最後2030咧，香港直選可能得10年嘅啫喎，直選10年之後又開始變咗一個一制。所以你一諗到有限期咧，你嗰個意志就會消磨，中共一路拖你。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問題。第二嘅就係話依家譬如就係香港公投或者點樣，咁跟住你睇到大陸人嗰個睇法就係要公投就13億人公投啦，或者都係咁嘅講。咁所以連你，佢冇一個香港要係進行一個永續自治、永續嘅同大陸唔同嘅一個咁嘅形式底下咧，你其實係心怯嘅喎。你對到呢個咁嘅講法就係話，即係咁，同埋而家我哋都知道啦，即係同埋我哋都預期，即係中共民主化之後會點樣嘅情況，大家都唔知啦。而即係好多時候咁大鑊嘅一個國家，經過咁扭曲嘅歷史嘅一個國家，特別係同埋咁大咁複雜嘅國家，民主化、全面民主化之後，好明顯就係會變成一個法西斯的狀況，是很不出奇的。你看到中國大學的自由派就是，他們成日都是會跟中共擦邊球，反對中共，但其實呢就是拿香港來當人情，他們同時呢又會 表明是反對台獨、反對香港 的分離的看法，或者怎樣。譬如温文超就是一個很明顯的例子，就是他通過在台灣和香港問題上面呢表達跟中共保持一致，反對我們的自治的主張，是表忠，基本上是來換取他自己在中國大陸裏面可能是中國官方可能容許到多一些的心態。而這個不單是温文超，其實即是保釣人等那班人都是這樣的，他就是通過這個在這些問題上面跟中國保持一些表忠來換取自己的空間，基本上是拿香港來當人情。所以這個香港民主運動是需要一個本土的支持才有得再發展下去，我想沒有本土意識的民主運動是死胡同。多謝兩位先生。他講到港共政府又不正常，班左翼泛民又不太正常，十三億人都不太正常，其實真本土真自治樓真很難行了。各位朋友，如果大家想發問的可以請舉手，大家可以用2分鐘來問一條問題，我會一次過問了幾位朋友。